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这是一个关于友情和婚礼的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叫陈闯，当然我也会时常出来露一下脸。准备坐车去。故事发生在2018年7月21号、22号，地点江苏泗洪。等会我可以坐一块。泗洪是一个盛产酒的地方，因此可能在酒精的作用下，当地的民俗文化也变得蛮有意思的。故事从驶离南京的一辆大巴开始。关于陈闯，我想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。我们是通过自行车协会认识的，此行的朋友都是通过自行车协会认识的。大学期间，我们走南闯北，几乎用尽每一个大小长假去单车旅行，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下面我会放一些旅途的照片。回忆的东西不能多看，这里往往藏有青年时期的理想。其实我一直没有想明白，最后怎么剩下我一个口头表达能力那么差的人在讲故事。都说人各有志，然而我看到的更像是迫不得已。本来只想剪个婚礼的影片，没想到经历的东西却在剪辑中慢慢浮现。可见有价值的经历到底是有价值的。有什么跟陈闯说的？陈闯赚大了，这次赚大了，那找到老婆那不得赶紧生个大小子带出来浪。三年爆两不公平的，因为他其实他也想要一个老婆。陈爽加油，给志伟也找一个老婆好吗？好，拜拜。不管你什么时候结婚，你妹妹都是我女朋友。早扔柜子得了，赶紧的。结了婚以后要好好对你们家亲爱的老婆，以后不要再对吧？做大众情人要专心，知道吗？这些朋友的祝福还是一样的不留情面。离开车站，我们便往陈爽的家里赶。听说他的婚房还没有装饰。第一眼见陈闯，要不要帮忙？要不要帮忙？开了空调的。为了结婚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啊？有没有？我们的到来三下五除二便把陈闯的婚房装饰好了，然后便打起了掼蛋。没过多久，陈闯的妈妈就带我们去吃第一顿大餐。这顿晚餐来的都是南方的亲朋好友，这也是当地传统的一部分。这个晚餐上的菜都是当地的特色菜，我们吃得很开心。餐桌上，陈闯提前和我们预热了他所了解的婚礼过程。今天是我二十三十八号来的，今天晚上我们新娘家，然后我们要面对新娘和伴娘的考验。然后你们就是明天的话就在楼下等门吧，然后就靠你们冲进去。然后嘛，结束了之后就从外面带到我们家，带到我们家之后，然后我们再去来门。我们的把门拿上，我们来，怎么话那么多？是啊，本来就是这样。我们求爷爷告奶奶。
出去了，我没有赌的。你家打不打开？他家打不打开？就是娶个媳妇容易吗？那当然不容易了，最后一关也要把。吃完饭，我们便讨论怎么给陈闯过他的单身夜。但在赤红这个地方，想来想去，还是只有 KTV 比较有意思。结果力学给你们算一下，掉肯定掉，有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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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结婚当天，我们一大早便赶到陈闯家里，这时陈闯已经穿着正装，捧着鲜花，满怀欣喜的准备出门去接新娘。荣麦走吧，来明明。清一色的奔驰缓缓地往新娘家驶去。之所以缓缓地驶去，是因为新娘家离陈闯家很近。很快，我们就到了新娘家。现在准备接新娘。好，来来来来来。随着鞭炮声的响起，接下来陈闯马上要面对丈母娘和伴娘两道关卡。我们一起过去的这些亲朋好友，每个人都扛着一些特定的彩礼，走向新娘家。欺负你，我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帮你。第八，你开心的时候，我会陪着你开心；你不开心，我也会哄着你开心。第九，要做迁就你一辈子，不自己在那我实际行动吧。谢谢领导。好，领导，来签字画押。哟，厉害了！叫叫，好吧，那二出去了。鲁小雨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。
啊，粉都吃了。哎，口红都没了，一个提示太便宜了，两个大包可值钱了。两个红包直接讲。还有谁好像？还有一个，看看在不在脚上。先拿上。看我的。大舅子就喊完就没了。来，妈，三连三，把那个整理啊。扶你起来。妈，那四个人的。戏剧的精彩往往要有冲突，而戏剧往往也源于生活。接下来的一幕发生在接回新娘的路上。现在司机罢工，把车给拦住了。我老婆下来了，就快点，快点，他走的啊。其实这也是当地的一个习俗，拦车讨烟图个热闹。可能陈闯身上还存在着和这个地方难以融洽的矛盾，毕竟在我们眼里，陈闯也是见过世面的人。走谈好了人找那地方一站嘛，站过了以后你就谈好了。后来车子又被保安拦下，保安也得到了他们的两包烟。小子，那个小子，我来给你领了，来一年都不敢喝呗。再后来他们又被一辆坐着两个小孩的三轮车堵住了门，这些都是他的邻居。陈闯的妈妈用喜糖和烟也顺利通过了。这一次，陈闯处理明显得体得多。长达十分钟的背媳妇之后，实在受不了了，在门口歇着了。最后，在婚房里，我们也学会了这个套路。最后一关，十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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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条不够，一条不够，先来一条是吧？卖小孩，我操！来来，还差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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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五，小五，小五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少个小。结束了传统的迎亲，我们便来到了婚礼的午夜。这种婚礼的形式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，我这里就不再啰嗦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愿意爱情花朵绽放的一刻。
没有，我还刚刚看到你鞋壳里边一百块钱呢。他这时候回过去了，那个新人心情激动。好的，尊敬的一位亲朋好友，恭喜2018年七月二十二。浪漫而又温暖的婚礼尾声，来自四红电视台的主持人让我们参与了一个略显尴尬的游戏。这个特色游戏让我们都在舞台上出丑了一把。只是想想，这也刚好抚平了整个纪录片的基调。这出丑的一刻，对我们来说也成了难忘的一刻。然后干什么？发卡卡到头上，来，把发卡卡到头上，来，穿到脚上，对，穿到脚上，啊，穿上了，来，把皮包背到身上，把皮包背到身上，投票，谁的票数最高，谁就是第一名，好不好？好吗？来。蹦蹦蹦。